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博士。今天呢是我们的欧卡送货第三集啦。那这一次还是一样在线上。其实这个呢是我刚刚录完第二集的下延续下去，想说没事，继续再送一下好了。那这一次我们要送的货是，牛肉罐头，送的阿姆斯特丹。那工作收入是3011元。那影片呢，我们就正式开始吧。那影片开始之前，喜欢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开启小铃铛。那想要再继续看看更多欧卡送货的，欢迎订阅、打开铃铛哦。那我们送货的正式开始。我先改一下我的。等一下，这个是电子的，爽哦，等住的哦。YTREC， OK。等住的呢，赞哦，等住的。没想到开到电子的。好啦，那我们送货吧。83四条。那晚上送货的话，我就不用倒车了，我不倒车了。牛啊！我留你过呢，不要过啊！对，安尼对。我开较慢啊，在体谅我啦。我踏较慢啊。真的是没想到，我居然被分配到那个等住电子的后视镜赞哦。等住也要细点。这一集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哦，因为说阿姆斯特丹入土也蛮遥远的，然后又
刚好卡到一个城市。这一集我就慢慢开，就是很多了吗？我老朋友等。挺难入中间呐、啊，你咋回啦？惊呐！又加一千块啊，一千块都有够啊！赞哦！电子后视镜就是不一样，就是棒，就一个字，棒。可能之后欧卡可能不会上字幕哦，你们就是听得很清楚，我尽量我会讲清楚一点，以免每个观众看都听不清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。Hello， 别起喇叭哦。哦，有不？有回应哦。啊，这个没回应啊。哎，都没有回应啊。发现路特丹，
有回音哦，是大有回音哦。我现在只是把喇叭赶在我的右边好了。我感觉右边按键不一直这样拉绕过来了。到了，晚上就不直接不就不倒车了。对，我如果有空有时间可以那个录的话，我应该会连续录个几集。
好了，这一次的欧卡送货第三集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再开小铃铛。那想要继续接收到我的欧卡送货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以及或者是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以及按赞。那我们的下一次的欧卡送货见喽，大家拜拜。